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下面请您欣赏精彩剧目。河北梆子秦京征西说的是唐朝秦琼之子秦淮欲随殿下征西，被藩将苏海、苏定邦之孙苏宝同率兵围困。秦淮与的公子秦陵在金水桥附近打死仗势欺人的国丈斋太史，并训斥贵妃。秦英之母银平公主膀子上垫刑罪，皇帝要斩秦英，从沙场返回搬救兵的鲁国功臣咬金坚决要求唐皇赦秦英之罪，长孙皇后蒋晴、公主赔礼，秦英带罪出征救父亲。唐皇准备选将征西，开国元勋的公子们比武待选，驸马秦淮与秦叔宝之子秦英举起两个石狮子，战胜了武状元詹虎等人，夺魁挂帅征西。秦英征西倒对松官罗章罗成之孙斩首江洪江、洪海、洪月娥为兄报仇，战罗章，却又爱慕罗章，故意不取其命。罗章受伤，在骊山老母之徒李月英家病愈，与李月英成亲。洪月娥去找罗章，也嫁给罗章。罗章与秦英大破对松关，而三英阵又需洪月娥才能攻破。罗章回家求两位夫人出征破敌。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妻樊梨花率兵增援秦淮玉，罗章请了二位贤妻破阵，王禅老祖助阵，大败西凉军，苏海被擒。下面请您欣赏秦英征西选段。